荣若，为什么你的粉丝数涨这么快啊？陛下有所不知，现在可是得自拍者得天下哟。朕坐拥天下财富，朕可是霸道总裁。陛下，这年头卖得了萌才是王道啊。慢着，你以为朕不知道现在民间的小花样，不就是发个红包的事吗？跪求一个红包啊！玄烨、荣若，给您拜年了。